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多左右，然后我刚起床，所以我现在要打电话叫早餐。喂，我要一个奶油厚片烤酥一点，然后一杯大冰红。对，谢谢。好，然后现在就等大概5分钟左右下去拿早餐。我吃的是奶油厚片。吃完了，啊，看看啊，等一下啊，啊，哦哟，好棒，我的腹肌，哎呦，吃完早餐回到我的床上了，对，我要继续躺着滑手机。我在我们淡水这边发现了一间很好吃的早餐店，然后最近很频繁的在吃这间早餐店，然后我刚刚不是吃完了一个厚片吗，然后又突然想吃蛋饼，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去那间店叫蛋饼，所以等一下我用一个蛋饼可以吃了。小 baby， 哎，小 baby， 我们家的小 baby 呢？哎，小 baby， 小 baby， 小 baby。依然记得从前的，我们现在要去淡水影城吗？美丽星里面的影城。美丽星哦，美丽星影城，对，应该是。然后我们要去看《失速列车2》，对，但我们会先去吃饭啦。
天天气很好哦。说我保护他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同。不要不要不要！这个太阳我真的是眼睛睁不开。我们现在在美食街，我要吃咖喱饭。我第一次跟我妈单独出来看电影，觉得蛮新鲜，蛮好玩。饭来了。咖喱饭，就是那个吧，玉子烧。先慢一点，不那么快。吃完了，现在来买电影票，《失速列车》《感染半岛》。我真的是第一次来这边，我不知道楼上这么多东西。我现在要来打篮球，我超久没打了。对。很多地方我真的都快睡着了，但是还是想知道结局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，因为第一集看完会让我一直想要重新回去看，但第二集完全不会。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不可以，奶奶，这是我的晚餐，一个菠萝包。现在要来晚上运动。等一下还有有氧运动才会结束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刚刚运动完了，那我今天的肌耐力加有氧的运动都已经结束了，那我现在要去洗澡了。我现在是一个洗完澡的状态，那我完全没有化妆，也没有戴隐形眼镜。对，那我现在觉得洗完澡真的是太爽太舒服了，因为现在台湾的天气呢，真的让我全身上下没有不流汗的地方。那在这个 vlog 结束前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用的东西，同时也是对女生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那就是赛吉尔的精粹洁浴凝露。然后这三罐是我刚从厕所拿出来的，所以他们还在滴水。看我影片的女生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这段看完，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重要，对女生来说。那我是不知道在看影片的女生们，你们在洗澡的时候会不会清洗到自己的私密处？那我自己是会，我从国中到现在，我洗澡的时候都是会清洗我的私密处的。觉得清洗私密处非常的重要，这是我妈教我的。那我从以前到现在用过非常多洗私密处的沐浴乳的牌子，这样自从我用到赛吉尔他们家的这个呢，我就回不去了。他们家的产品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国际专业药厂研发出来的东西，
用比较高规格方式产生，和其他私密处保养不一样。对，那现在我手上有三罐嘛，其中这一罐绿色的呢已经被我用到完全没有了。这一罐绿色的呢是两杆型，然后我都会在晚上的时候使用它用型的质地。那这一罐呢也是被我用了一半吧。对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质地，它的质地是这种凝露的质地，我很怕它流下来。它的质地是这样凝露型的，很清爽。那基本上赛吉尔他们家呢是有分日用型跟加强型的。这一罐加强型的比较适合用在运动完或者是生理期来的时候，或者是你怀孕的时候。我现在要跟你们介绍的是绿色我用完的这一罐，这一罐是两杆型的。两杆型这一罐我已经用到是完全没有了。那我会那么喜欢这一罐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你用这一罐洗你的私密处，你会感受到，就洗完后你会感受到你的妹妹的部分呢有一点凉凉的感觉，但那个凉感不是不舒服，而是舒服的那种凉，会觉得下面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闷热，因为毕竟现在夏天嘛，多少可以缓解一下闷热的感觉。有些女生呢可能天生就是私密处的地方就会有一点点味道，那这罐很神奇的是你用它洗了之后呢，你私密处的味道会淡掉，这很重要，尤其是有男朋友的人，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我没有男朋友。对，最后呢是这罐蓝色的日用型，这罐的质地比较温和，我再挤一次它的质地给大家看，它的质地就是这种凝露的，而且水水的很清爽。那因为这罐蓝色是日用型的嘛，我用这个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晚上要出门，我中午可能会洗个澡，那洗澡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一罐，那洗完呢就是清爽干净，然后我会觉得下面变得比较舒服一点的感觉。那刚刚我介绍到这个绿色的嘛，绿色的它洗完会让你的私密处有点凉凉的，如果你是没有办法接受你的私密处有一点凉感的话呢，这个就是不错的选择，就日用型，因为它洗完不会有凉感，所以怕凉感的女生可以买蓝色的，那喜欢凉感的女生喜欢有一种舒畅的感觉就买绿色。那如果你是月经来，或者是你正在怀孕中，或者是你经常需要运动，你就可以买这一瓶加强型的。如果你们对这个产品有兴趣，可以去康士美、屈臣氏保养这种连锁药妆店试试看。那最后就是希望每一个女生都能好好照顾自己的私密处，除了女生男生也是。对，好，那就拜拜。